台哥的指尖炎快好了，碘伏加红霉素软膏，这是性价比之王啊。今天姐妹花吃完早中饭就要回上海了，用羊肉汤下了一碗面。美味吧，羊肉面好不好吃啊？那不是废话吗？今天是羊眼睛、牛肉、鸭胗和鸡胸，蔬菜是鸡毛菜，早点给他们吃完。我要去火车站接我爸爸。今天院子里吃晚饭。来，美丽吃饭菜。新的餐桌上午刚到，结果碗买的太浅了。忽略背景音，是书房里修沙发的。然后吃的地上一塌糊涂，引来无数苍蝇。羊眼睛真是绝绝子。这个餐具略显做作。晚饭后带美丽公园回来，美丽已经没有力气上床了。发财直接往我们中间一躺，也睡觉了。今天视频很短，我也累了，晚安。